光顾着聊天，你们看那个石头爆开了。这是啊，锅巴，怎么是你？来来，看来你们已经吃上腊肉窝窝头了。大师傅，平稳了，快快看啊，这个灶神像是锅巴的样子。是啊，毕竟锅巴就是你们要找的灶神，炉灶之魔神。锅巴是魔神？来。